好，大家好啊，欢迎收睇我哋今日 Get It Live 第65集，我系罗文，系我系 Alan 啊，咁啊，咁我哋今集有咩讲咧？咁啊，唔系睇头睇走马灯都知啦，其实都咁啊。咁我哋今集咧就首先会介绍呢个 Action Cam 呢个 Insta 360，系嘅 One R 咯。咁就之前都讲过噶啦，咁跟住就会有你介绍啲游戏机嘅 news 啦，因为都差唔多到一个换代嘅时候啦。咁就不如由 Insta 360开始讲起。好，咁其实One R 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嘅，其實都咁就介紹過。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因為係一開頭嘅時候咧，就只係有一個4K 嗰個廣角鏡嘅套裝。咁啊，即係依家羅文揸住呢一嚿。咁但係今次點解又講多次咧？咁其實咧，因為之後咧，佢就出咗一個其實唔係之後出嘅，即係其實個同事都 announce 咗咧，就係一個同徕卡合作嘅一寸一寸版本嘅。咁啊後尾到終於呢一排咧就終於正式賣街啦，係啦，收到啦，有派貨啦咁樣，派貨啦，咁就所以之前就淨係出到買到嘅咧，都淨係得 4K 廣角鏡，咁依家就有呢、這個一寸嘅徕卡嘅鏡頭嘅版本，係咁嗱咁樣啦，其實可以我諗拆咗個殼俾大家睇睇先，我哋轉一轉上面影落嚟，係啦，好。好啦，咁依家其實咧，你一見到呢一部，我依家就裝咗一個保護邊框嘅，因為我哋拆曬出，直接拆曬出嚟俾係啦。咁咧，我就拆一拆俾你哋睇下，因為其實呢個保護邊框咧就有啲少特別，同平時嗰啲根基嗰個就唔同嘅，因為咧呢度多咗個 close source 喺度，就係咪用嚟咁你就可以插啲補光燈啊，又或者係啲麥啊譬如話好似 roll 啊嗰啲麥嘅配件上去。因為據我所知，之前嗰啲其實係純粹保護就冇係冇錯，通常都係嘅，即係淨係保護曬嘅啫，咁就冇呢啲嘅功能嘅。即係變相其實就俾用户嗰個擴展性高嘅。係啦，多咗一個咯，叫做多咗一個咯。咁不過其實依家有好多 third party 嘅廠商都出咗，可能有啲唔止嘅，可能出側邊都有一個嘅咁樣。即係有麥有燈有嘢就俾你。咁起碼你兩個你咪有保光燈同埋有麥，其實就 fit 曬啦，係咪先？咁就拆一次俾人睇先。係啦，好嗱，拆一拆俾你睇先。咁呢個就原裝嘅，咁咧。但係咧，呢個咧有少少棘手啦，因為咧呢、這個一寸嘅 sensor 咧就會多咗個保護鏡嘅跌咗驚跌出嚟嘅、這個、上次我做過 drop test 個成部機其實 OK 嘅，放心。瞓低少少啊。係好嗱，第一個要，因為而家後邊頂佢出嚟啊，咁樣樣，咁呢個保護框啦，咁就嗱呢部機就咁樣樣啦。咁呢個咧就係、是、個 4K 嘅隔離呢一個咧，拆咗出嚟嘅就係 4K 嘅廣角嘅 wide angle 啦，係。咁其實 suppose 咧，個一寸咧，你咧就最好就呢個建議係裝咗落去先啦，定係笠咗保護蓋先啊？呢個咧，如果裝嘅時候，你裝嘅時候一定要拆個保護蓋出嚟，再冚個蓋，因為咧頭先咧呢一個框咧，你冚落去嘅時候咧，會撞到嘅。呢一個咧就會頂實咗噶啦，嗱，你擺落，明白。咁所以咧一定要拆咗呢個先，咁用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啦，即係如果你成日換鏡嘅，其實你用個保護框已經係會有少少，即係因為個保護框你要拆裝裝拆拆啊嘛。咁其實嗰個就冇咁方便嘅。不過考慮到保護角度嚟睇，我覺得真係要做足啲嘢。要嘅，最好嘅。同埋因為咧，要裝咗個保護框咧，佢先至可以攞機五米防水嘅。係嚇，即係就咁樣咧，就有機會入水就會炒嘅，係啦，咁解咯。OK， 咁就其實咧，嗱，拆翻出呢個保護鏡出嚟咧，其實你會見到咧，嗱側邊睇嘅話。你會見到其實比 4K 嗰一個都已經係突咗啲出嚟嘅，你見到都呢個鏡頭位。咁不過其實咧，佢原本個鏡頭咧就未至於大得咁緊要嘅。咁但係就因為要加呢個保護框咧，咁所以咧嗱，你即刻吸咗落去咧，就會即刻大咗好多，即刻變咗。咁都有個問題嘅就係咧，變咗咧，如果你要自拍嘅時候咧，嗱我查咗佢先啦。我自拍嘅時候咧要。咁樣咧，你就會見到咧，呢一個位咧就會少少擋住咗個自拍鏡嘅嗰個左邊嘅位，係啦。咁其實咧，你可能拉出嚟嘅時候，你要拉噶嘛。咁嗱，你見到我可能有少少麻煩啦，會見到有少少棘住。係啦，拉出嚟咧原本係披噶啦，咁我依家拉到啦，係咪？咁如果你手指如果係比較大嘅人咧，可能好容易就會擋到俾嗰個，即係拉唔到出嚟啦。在左邊不是那麼容易拉出來，所以其實 prefer 真的要用的時候都應該是一前一後，就盡量避免個保護鏡撞到的不是，但如果你要自拍就沒辦法了，但是可能你披的時候就可能你未必那麼容易立刻披到，可能要之後要披，即是鏡都其實保護蓋都其實有好有壞，
我谂保护角度嚟睇系好嘅，有需要嘅，但系使用嘅时候就可能会争少少。有咁讲啦，其实如果你呢个保护镜咧，即系扭螺丝嘅啫，螺丝位其实扭松少少啫。你可以诶，咁又唔系，即系唔好喐噶啦。其实就呢个角度，即系可能你系嘅，你可以摄到入去嘅，扭松少少。但系当然就咁样，你好容易甩啦，系咪？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如果你系咁样上螺丝位嘅话，其实咧应该好快都有机会有啲 third party 嘅咧。就好快都借得出到個方便啲嘢，係啦，可能出個窄少少嘅，又或者甚至乎可能加其他 filter 上去，可以用到UV 鏡或者其他嘅各種嘅類鏡啦，係啦，顏色鏡咁樣都得。咁呢個又有佢嘅好處嘅都，咁就不過只係話呢塊鏡可能真係原廠嘅鏡就有些少問題，有些少缺點啦，冇話應該保護做得足，所以有些少問題。係啦，係啦，因為其實咁講。你冇呢塊鏡咧，你又冇拉卡嗰個字噶啦，嚇你會見到啊，大家睇唔睇到？係啦，真係啦，見到拉卡嗰個字。我哋點啊？我哋不如播片俾大家睇啦。我相信大家應該對認出嚟，因為其實個玩法咧就同之前4K 嗰個用法咧，見到我頭先都咁樣，即係可以拆咗裝裝拆拆啊咁樣。咁其實就嗰個就冇乜大分別嘅。咁其實就反而可以睇一下影出嚟啲片係點，因為其實大家都比較期待。喂，我有個4K 鏡頭同呢個一寸 sensor， 喂，那個效果會點咧？咁樣樣。好，咁就呢度就我負責播片啦。睇下片先啦。嗱，咁我哋第一條咧，依家播呢條咧，就係未做過任何處理嘅。嚇。係啦，咁就睇我哋公司對出啦，呢個觀塘。即係都係用一寸 sensor 做。咁呢個就呢個係咩都冇做嘅。呢個就大家睇啦，其實大家我見到畫面係好明顯係一啲偏振啦，因為點講都係攞住嚿嘢喺度行嘅。咁因為其實呢個咧就係。其實原片直出的冇任何，因為佢自己Insta 360咧就會有個叫做full stay 嘅防震嘅功能。係，咁就係主要都係喺後期用 software 去做嘅。係啦，咁呢條片咧就原片出啦。咁嗱，另外再睇下另外一條有 full stay 嘅，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左右播先。好啊，你可以睇睇試先可以。咁啊變咗出嚟嗰個效果其實都幾大分別嘅。咁即係如果我哋可以，因為而家呢部電腦就可能未必。暢順咁樣播，因為我直接拖翻佢 VLC 嗰邊度播。咁啊，嗱，因為頭先大家見到咧，片 A 咧係明顯一開頭已經震㗎啦嘛。係啊，咁你可以睇下依個咧。咁我哋直接播條有比較嘅片，應該會易明啲。啊，咁你會見到嗰個穩定性係高好多嘅，即時係。即係相比頭先，你見到係可能每一部個鏡頭都有震咧，咁呢條做咗防震嘅功能之後，你會見到條片話喂。個畫面係明顯穩陣咗好多，係啊，同埋呢條片咧係用 5.3K 嘅 resolution 去播，係啊，所以掟出嚟嗰個 file size 其實都幾大啦。咁依家30秒，如果將佢出嚟800几 meg 應該冇記錯，係啊，望一望先。我冇記錯應該係800几 meg 啦，呢條已經係。睇下先，786 meg 係咯，都近800，差唔多800 meg 噶，都即係因為有兩條片啦。咁我哋一係就播埋第二條啦，係。呢條19呢條係嗱呢條都係冇開防震嘅。係啦，呢個就鍋原片直出嘅，就冇防震嘅效果。係啦，睇下幾好揼啊！係啊，你會見到都即係震得幾犀利㗎，都係咪？其實用落去都預咗係呢啲畫面㗎啦。係啊，好呢個就嗱咁，另外一條就有防震嘅。係啦，但我見佢做曬所有嘢之後咧，佢嗰個 file size 係真係大，大咗好多，係啊，好舒服啊！我原本係幾十 meg 嘅啫嘛，原本卅幾四廿 meg 到，咁但係你用曬防震之後，落曬防震做曬啫，佢 gen 個 MP4 出嚟咧，就變咗係800几 meg 啦，係啦。唔係咁，當然都值得嘅，因為真係你睇到頭都暈埋嘅時候，你就會覺得真係話哇值得嘅咧，個畫面真係值嘅，好有嗰個因為拍戲嗰個動鏡嗰個感覺咧，而家就同埋你可以 pause 一下睇下咧，有啲位其實可以睇下就係佢嗰個5.3K 嘅畫面啊嘅 resolution 出到嚟嗰個效果係點樣 ？Stop 嚟嘅，揾唔到個 pause 真係。因為我唔識用呢個 VLC， 等。睇見佢個 stop 喺呢度係啦。諗可以前少少，因為等佢對住個海嗰度可能易睇啲。係啦，因為睇到對面啲差唔多喺度呢啲，其實可以睇到啲船咧，同埋睇到對面嘅大廈嚇，你就會見到係真係。因為我哋而家個畫面可能呈現唔到俾大家睇，我只能文字描述啦。我放唔到，放係咯，因為你會睇到個樹，唔係船。船啦，同埋對面啲大廈咧。其實你係見到，我咁樣講，我哋喺我哋畫面嗰度咧，係見到對面嘅大廈係比較清，都幾清晰㗎。佢嗰棟樓係用幾多隻色揀開嘅？咁即係唔會係
咁跟住咁遠景唔會揦埋一嚿咁樣，係啦，唔會朦朦地啊，或者咁樣。大家都見到其實呢個 5.3K 嘅升級係真係嗰個威力係都明顯嘅，同埋一寸 sensor 出嚟嗰個效果，即係你難以想象，你難以想象呢個鏡頭係用呢個 size 嘅嘢影出嚟。係啦，所以都即係如果你拍，尤其是如果你拍運動嘅時候，咁可能其實你可能雪景啊，即係你平時你可能會摁嚟摁去，但係佢就會自己幫你執翻，係啦。呢個我就覺得係真係值嘅。系啊 ，OK 嘅，所以呢个就几好玩，同埋有一个小秘技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买咗嘅人未必知道，因为其实头先你见到有一段片是原片出啦，其实可以取翻去播翻嗰啲，系啦，唔系你可以睇睇咧，其实你见到咧有啲片咧，有个 format 咧，佢系用自己个 format 嘅。是叫做 INSV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自己 Insta 360嘅file format， 咁你基本上所有片。拍咗之後咧，都會係咁樣噶啦。你要直出，好似係冇可能嘅，因為 suppose 一定要用佢自己個 Insta 360嘅Studio 嗰、那個無論 Mac 版又好 ，PC 版又好，即係我要都可以再 download 多個嘢落嚟轉方面。冇錯，即係因為你如果唔轉嘅話咧，就即係因為你用嗰個 Studio 咧，你就可以有 Full Stay 嗰啲功能啊，或者你嗰啲視野，因為咧其實你可以影咗先，你唔使理咩視野，無論你可以你之後喺個 App 度咧可以揀到窄角度啲啦，Y Angle 啦，甚至乎 Ultra Y Angle， 你都可以揀完，仲係加埋要唔要嗰個 Full Stay 嗰個防震，同埋一啲 True Audio 嘅功能咧，你可以揀曬先至再 gen 一條片出嚟。咁所以即係話，你基本上咧你亂咁拍就得噶啦。之後仲可以喺個 app 度，喺個 software 度，再轉翻你想要嘅嗰個角度啊，即係歪啲定窄啲啊，同埋要唔要防震啊？咁基本上就唔會唔要噶啦，見到嗰個效果就都爭好遠。咁啊，但係咧，有個比較明顯啦，因為我就頭先我見啦，就嗰個 INSV file 咧就有一啲 pair 食到嘢，一啲 pair 食唔到嘅。咁我哋而家用呢個 VLC media pair 咧就咁啱播到嘅。係啊，如果你食唔到嘅話，你又想原片睇一睇嘅話咧，其實咧都有個辦法嘅。其實只要咧就將 .insv 個 extension 咧改翻做 .mp4， 其實咧咁就可以已經是不是可以轉一轉個畫面去。我試一次嚇，我試一次。因為你一睇到 desktop 呢個 file 呢個 extension 嘅 file 咧係白色畫面噶嘛。我哋呢度啦，就重新命名，直接改咗佢個檔尾。係啦，個尾個 extension 改翻做 mp4。可能冇發聲，我撳一次先。再批啊，直接撳。咦，佢又真係變咗條 MP4 喎，呢個幾犀利。咁其實已經係可以播到片，但係呢一個辦法就會冇曬所有防震，冇曬所有 angle， 冇曬所有 true audio 嘅功能嘅咯。即係貨你用嚟睇嘅啫。係啦，如果你要用嚟加工都要用翻本身嗰、那個。係啦，冇錯，係啦。咁啊，呢、這個變咗你問我即係玩完個。一寸 sensor 嘅，其實我真係未必會用翻個 4K 嗰個 cam 呢個鏡頭嘅，同埋不過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就係、是、咧如果你想拍 HDR 嘅片嘅話咧，一寸 sensor 嗰個咧就冇嘅，就 4K 嗰個咧就有 HDR 片，咁咧就變咗你要有啲取捨啦，真係變咗。你是不是一定要拍 HDR 片呢？咁如果你不一定要拍 HDR 片嘅，咁你就变咗，都冇办法，都要焗住用翻 4K 呢个 wide angle 嘅镜。咁如果唔系嘅，你普通拍片啊，或者你 time lapse 啊咁样嗰啲，就 OK 啦。咁其实咧，咁我就真系建议你，但佢个价钱系争几多噶？呢两个 4K 同埋呢个一寸。嗱，价钱方面咧，等下呢、這个我哋即刻睇翻，因为其实咧，就嗱，如果 4K 嗰个咧，其实就会连埋360度嗰個鏡頭有個twin edition 嘅，咁嗰咧就3780。咁如果要一寸嗰個咧，要一寸嗰、那個，而家手頭上攞呢個一寸 sensor 咧，冇咗個360咧，已經係4398噶啦。係，咁即係話冇咗個360嘅 cam 咧，都已經係貴咗成六七嚿水。係，如果加埋個360嗰個鏡，嘅話咧，咁就變咗係5996蚊，差唔多成6000蚊嘅。咁都差唔多一倍嘅價錢嘅，其實都。如果你但係又學翻嗰句，一係有取捨，一係就全部都買曬。我都覺得係啦 ，OK 嘅。咁如果你問我，其實咁講嘅，你未買想買嘅，想買呢個 Insta， 其實就有一個其實 expert 嘅 edition， 其實即係等於頭先個價錢，即係等於即係齊曬一唔係一寸加360。
呢兩個鏡頭。明白。如果你想要埋個 4K 鏡頭，你要拍 HDR 片嘅話咧，就再加 Trial Edition， 咁就加多400蚊到。就有埋嗰個 4K 嘅Y Angle 啦，即係原單就6,396蚊，咁就可以買實齊曬三個鏡頭咁樣啦。Thank you。唔係，我覺得影出嚟係真係靚嘅。頭先就算有個好明顯嘅變就係，喂，你諗下，淨係個防震效果已經做到一個好明顯嘅差異。係，即係你真係見到會你震到頭暈，同係好平穩咁樣。明白。同埋你會見到嗰啲畫面出到嚟嗰啲畫質咧，係即係實在好多。嗯。同埋清晰啲，你會見到即係真係你對面樓對面岸嗰啲樓，你都會見到，喂唔會蒙嘅一撇嘢，或者油畫少少啊咁樣，咁變咗所以點解我自己揀嘅話就一定會揀一寸版本加個三輪，咁就可以玩到兩樣嘢咯嚇。咁其實同一時間咧，佢哋都仲有啲少少新配件嘅，咁其實咧就會見到有呢支啦，最主要係呢支啊。因為我哋轉一轉上面個都可以上面個鏡影影係啦，咁又離開我哋上面角度啊。咁咧呢一支咧，其實就係、是一支三腳架啦。但其實你會見到佢比較奇怪嘅地方就係、是，除咗頂頭有個螺絲位之外咧，其實你掹開佢，呢度側邊都有個。咁如果玩開Insight 360嘅朋友應該都會知道佢有個叫 Bullet Time， 叫子彈時間。咁就可以咧俾你咧喺度咁樣，就可以喺度喺上高咧就可以插支加埋支自拍棍咧。當然要扭長佢啦，依家就唔方便咁樣扭啦，咁就咁就喺度揈咁樣就喺度玩子彈時間，做一個環。佢支嘢真係，佢支棍真係上面有寫呢個 design for 呢個 bullet time， 即係你反反呢邊。係啊，呢一支係都係特登可以俾你做埋呢樣嘢，因為佢咧就會，如果你有呢一支咧，唔係佢呢個咧特登有寫。係啦，呢支係真係 for 拍呢個 bullet time， 我哋吞曬先。因為佢會咧，因為佢會咧下少少係咪？因為佢會咧拍片嘅時候咧，嗰個 software 會。將呢支棒、呢支棍咧，會同你消失咗佢嘅，喺個影片度。咁犀利嘅，係啊，即係佢係個加工係會自動將呢個黑色嘢消咗。你會見唔到嘅，你會見唔到嗰支棍嘅咁樣。咁而之前嗰個咧就係好肥仔一支一個手柄嘅，淨係咁。但係今次呢一支咧就入邊有雙手柄，加埋個三腳架俾你。係咁，你咧就兩用啦，變咗咁就呢個就方便咗，同埋都好簡單。即係喂，你三腳架嘅時候，你會轉嚟轉去喎。咁喂，唔使驚。頭先你見到我都要 lock 咗先嘅，係咪？佢 lock 係點樣 lock 噶？我想問。其實呢度咧，係嗰個頭同埋個柄嘅中間咧有一個轉位嘅。咁你見到咧，其實咧佢會見你會見到向左邊就會係 unlock， 向右邊就會係 lock。嗱，我依家扭咗右邊啦，你見到我一扭唔到出嚟㗎，呢個位唔會轉嘅，係咪？bullet time 嘅時候要轉噶嘛？好啦，我要玩 bullet time 嘅時候，我扭翻轉佢 ，unlock 咗佢。嗱，呢個我唔熟，我想問一問，會唔會唔小心喺揈緊嘅時候 lock 咗嗰個嘢㗎？應該唔會嘅，你可以試一試，你扭實你嘅你就知嘅，可以轉翻個。我有個係鏡頭呢邊度試一試。唔緊要，轉咗，係啊，咁就我試下裝咗個嘢先。呢個係就咁扭上去噶嘛？點樣扭？扭呢邊。喂，睇住唔好揈到我啊！我知。呢個直播炒喎，直播變圈喎，我睇下啦，我哋即刻 call 把車啦，扭嗰曬啦，咁而家係唔係啦？揈啊，你就咁揈啊，係啦，而家係啦，就咁揈啊，係啦，就咁揈啊 ，OK， 因為玩嘅時候咧，你要舉高佢，即係好似咁樣，係啦，咁就可以。但係個重心，都係有啲重喎，個嘢即係其實每個人都要習慣咯，即係揈落去其實係要用少少力，同埋會最長。其實 suppose 你依家唔係最長啊嘛，而家唔係最長，拉到最長嘅時候先至攞嚟揈噶。其實咁所以隻手咁樣，你要習慣下，因為我哋要顧及下前面嘅電腦同埋各種設備。咁開始有銀咯，慘劇。冇事啊，好笑。咁你一嚟，你都 lock 翻佢向你嘅右手邊扭，你扭完扭到有個位咔咔嘅會，係傾曬咗啦。係啦，傾曬咗咁就可以，而家就揈唔到啦。係啦，係啦，咁喂，我扭唔實，因為咧呢度位咧，又應該有個 kick， 你會再係啦，有 kick 噶，你會 kick 到噶，kick 咁就得噶啦。係啦，咁就係咯 ，kick 就變翻個正常腳架啦，我先危險肥啦，係啦。好，咁就呢啲就咁樣玩咯。呢啲就有個顧慮，最大顧慮都冇，咁大家就唔使驚話真係用緊嘅時候會揈到自己。係啊，咁所以都 OK 幾好玩。但係呢個腳架有咩價位啊？如果係有冇得睇一睇？哇，價錢，因為我見要再揾俾你啊，真係冇得撳機嗰陣一聲撳。呢個冇，因為呢個係外加嘅，咁就嗱呢一支 Bullet Time 嘅 accessories。
399蚊，連曬成係啦，成隻嘢成 set 嘢咁樣，400蚊留落399啦，399係啦。咁就成 set 加埋就，如果真係有興趣買咧，就應該係6400加咯，400蚊啊，就咁樣計咯，咁樣計雞齊頭啦，你齊曬三個鏡頭咯，係啦，齊曬三個鏡頭，再加埋嗰啲攤嘅 accessories， 咁就係咯，兩千個價錢。咁就呢個鏡啦，係啦。咁就大概係咁啦，呢一度咁啊，因為其實之後都可以再有機會，我哋跟住嚟緊書嘅 review 都會有多啲片啊同埋相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到時就留意啊，大家可以。好啦，咁之後就到我呢部分啦，咁一係就 Martin 麻煩幫我轉一轉啦。係啦，咁就打機啊！大家最中意食花生啊，咁就試下而家每個禮拜咧，我都抽一段時間嚟講下今個禮拜有咩遊戲新聞係值得注目或者好笑嘅。咁第一單咧就係其實大家都喺呢個母親節嘅時候都略有聽聞啦。咁喺上個禮拜日咧，即係母親節當日咧，咁大家都好開心，唔係其實都唔好開心嗰日就要。咁就除咗我哋唔開心之外咧，隔離國家都有啲唔開心嘅。咁就喺禮拜日嘅6:00當日咧，中國 PSN 咧就出咗一個公告啊。咁嗰個公告就係話，我哋中國 PSN 包括 PS Store 咧，就因為安全升級理由咧，由當日即7:00起咧就即時停止服務，直至另行通知。咁咧呢個行為咧就因為令到大陸，因為大陸嘅行版 PS Store 咧正常係一定要經。他們的 PSN 玩的，即是自己的地區的 PSN， 他們會上不到網打不到機，當然大家都很生氣，在大家很生氣的情況之下，又竟然在微博上有一個人自己出來認頭，他很厲害，他都幾用的，這個心理形式這個網友就出來認頭說，喂，你們沒得打機是我做的，他說為什麼呢？其實理由很簡單，他在大陸有一個論壇叫 NGA 上面跟一個網友吹水，咁事關咧，其實佢就只不過係一個 Xbox 玩家，佢唔玩 PS4， 佢歧視所有玩 PS4 玩家。你講緊阿心理係呢個舉報者係啦，係啦，只係因為單純佢同其他 PS4 玩家鬧交，即係嗰啲話，哦，你玩 PS4 你就係狗嗰啲嚟。哇，咁樣講嘢，因為一啲好兒戲嘅理由咧，而走去動用咗國家機關去檢舉啦，咁就話其實咧，你喺港版嘅大陸版嘅 PS4 咧，喺註冊嘅時候咧。是有個機制是可以給你註冊回香港牙卡，去打一些未經中國文化部審核的遊戲，是的，大家都知道其實中國出 game 那方面是比較嚴厲一點啦，可能要經過文化部批啊，很多很多東西啊，其實那個行業呢只能做的事是出一些不斷重複的一堆免費遊戲啦，我們這樣說啦，捉完一隻又一隻，捉完一隻又一隻，因為拿來拿去都是拿那個牌嘛，所以大陸為什麼手機 game 會出得比較慢的原因，同埋啲內容會單一少少咁樣啊嘛，咁因此咧，呢個網友咧喺母親節當日咧，亦都好多人幫佢母親慶祝啦。咁呢個就係第一單新聞。喂，咁但係我想問下，係咪真係 fact check 咗係真係佢嚟嘅咧？冇人知係咪真係因為安全理由升級，定係各種理由升？因為官方就係話安全升級啫。咁可能咁安全升級冇理由咁評價㗎嘛？官方嘅安全升級。是為了收這個筆而存在的，值得一提當日呢只有中國區的 PSN 是暫停服務的，全世界並沒有任何一個 PSN 暫停服務，當中到底有什麼巧妙之處呢，就留在各地批下自己想像，我想問一件事，開了沒有？沒啊， OK， 明白了，所以大家現在暫時打機都見到見不到一些可能是拼音的玩家，或者經常說一些你媽媽怎麼了的玩家的，即是很文雅，大家打機的那個玩家斯文了是吧，是的第二單遊戲新聞呢也很好笑的，話說呢當初 CSGO 呢可以 Martin 幫我搞一搞，話說 CSGO 呢大家都知道是一隻我們有玩過槍 game 連知人都比較熟悉的其中一款遊戲啦，但是這個 game 呢其實極多外掛的，在早半年的時候呢就有一個網友呢叫 2X 兩隻蛋兩隻蛋就開發了一個反外掛 AI 嘅，叫 Hastialet， 係啦，咁就因為下面都係字，咁唔多講住啦。咁就話喂，佢就話喂，我幫呢個系統咧就捉到好多外掛嘅，咁大家應該當我神咁擺嘅。咁呢個玩家咧就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咧，因為用咗外掛咧，俾人封咗 account。一個咁佢用咩外掛咧？反外掛嘅人咧，用外掛而俾人封咗 account。他用了什麼外掛呢？不管是他用什麼外掛完全不重要的，那好笑的事就來了，他當初出現了什麼呢？他就賴你們
官方 check 錯咗我，咁係死要面，咁就係咁同人講啦。點知咧，一大堆人咧出嚟督佢。係咯，你用外國好容易知嘅啫。咁當初就係一堆人督佢，咁包括咗咩咧？一人話。其實咧喺佢咧年幾之前咧，已經喺我哋買咗呢個永久嘅呢個自動瞄準外掛啦。即係再有人爆我話，其實佢嗰個反外掛 AI 咧並唔係佢親手寫嘅，即係佢只不過單人哋個嘢再改少少嘢，當係自己出嘅啫。咁諸多嘅爆料啦，咁就令呢個人嘅名譽咧瞬間爆炸之前咧，咁佢就聲稱自己收另一封 email。咁 email 嘅內容就話：其實咧你 ban 我 account 咧係誤會嚟㗎。點知咧嗰張其實係改圖嚟。咁最後篤穿佢嗰人係邊個嚟咧？就係、CS:GO 嘅開發者本人。哦，出動到本人添。出動到係開發者本人嚟篤穿你，其實喺度講緊大話。咁成件事就十分之兒戲啦。咁就最後呢個人咧就講咗一大堆廢話。咁就 goodbye 啦。咁就 goodbye 啦，係啦。咁啊，呢單係其中一單比較好笑嘅嘢啦。咁呢個之後咧就第三單啦。咁就呢個應該係暫時大家比較緊張少少嘅。就話說咧。Pay Xbox 咧就早嗰個禮拜咧就舉行咗一個 Inside Xbox 發布會啦，咁佢就為大家展示咗一系列嘅所謂次世代 game 嘅影片，係啦。但呢個好笑嘅，咁喺嗰日咧，因為佢就播咗十一條 trailer 啦，但係好我即係大家可以見到話，其實各種 game 有啲好勁嘅 Ray Tracing 啊，有啲好勁嘅，等我播一播先，係啦，我播翻啲俾大家睇下。播到，誒，佢限咗年齡喎，冇關，因為我哋冇，係咯，唔係我哋冇用同埋冇要求，係啦，咁就播咗好多所謂嘅投水 game， 有可能係投水，有可能係投水 game 嘅 game 啦，咁就係啦。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啊，大家都知道其實之後出嘅呢個所謂次世代主機咧，就用咗AMD 最新嘅呢個顯示卡去整啦，係咁就。跑出嚟的效能咧，你知唔知而家最新嘅 game 嘅地步係到點樣嘅先？嚟啦，我呢個望望，就係、是、當遊戲畫面你已經分唔出嗰個係真係玩緊嘅畫面啦，定係 CG 嚟咧？呢、這個 Forza 咁係可唔可以話係？呢個係 Dirt， 我唔識嚇 Dirt 係可唔可以話係荷里活級嘅製作？但係問題咧就係變曬係咁樣咧，因為你平時有啲 game 嚟，哦呢、這個 game 咧一定係 CG 嚟嘅，有啲會睇出實際畫面嚟嚇。第一我見到其實嗱呢個講一講啦，佢有用盡 Ray Tracing 嘅，咁就你可以見到啲遊戲水面啊嗰啲反光效果咧，其實十分之強烈嘅，係啦。但係咧有問題就嚟啦，因為其實嗰日嗰個發表會咧，成日都喺度 check 啲咁樣嘅嘢，你都唔知道有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咧，令到玩家其實至今依然都係唔知道，以為係播片啦，定係真係 CG 啊？係啦，到底呢啲所謂嘅 Xbox Series X 遊戲同埋 PS5 遊戲到底玩出嚟係點咧？咁當然啦。嗰日咧最俾人鬧爆咧，其實就係 Ubisoft 嘅呢個《刺客信條》嘅呢個 trailer。咁嗱，我哋可以提一提先嚇，呢個唔知佢播唔播咯。嗱，我哋可以望一望啦。咁呢個就係《刺客紀元》《刺客信條：維京紀元》嘅呢個新 trailer。嗱，佢又落咗啦，咁播唔到啦，因為咧佢條片咧就聲稱係呢個 first game 啊 first look gameplay trailer。咁咩叫 first look gameplay trailer咧？我哋字面音譯啦。第一首可以見嘅遊戲畫面 trailer，但係咧好矛盾咧，就係佢播出嚟嗰條咧，完全冇玩嘅成分嘅，係即係淨係播過場動畫片頭，係咯，片頭片尾咁樣。大家以為喂佢叫 gameplay 咁，我哋以為真係有 gameplay 喎，點知冇，俾人鬧到死。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咧，呢條片咧其實不論係個 like 數咧，定係 dislike 數咧，哦都平均喎，都好平均。第一日咧係啱啱播片嗰陣咧係4000-2000啊個防毒彈出嚟。4000-2000，第二系6000-7000。哇！呢度算好啊 ，Ubisoft 自己系俾人闹爆嘅。OK， 咁讲完 Xbox 咧，咁大家都知咧，其实 PS5 咧系应该准备有呢个动作噶嘛。原本九月啊嘛。原本九唔系，应该系仲会有呢个动作嘅。但系起码九月 Game Show 有机会现下身先啦，九月而家冇 Game Show 啊？依家冇咗啦，依家冇晒 Game Show 啊嘛。唉。冇關係，咁咧第一個咧，咁 PS5 喺幾時還手咧？佢 tweet 下要我落言。冇關係，我哋試下揾下有冇人哋啲片先，我播住啲片講啦。咁第一樣嘢就係 PS5 會幾時出招咧？咁就根據呢個 Twitter 上面有人爆料，喂呢啲都唔係嗰條片嚟嘅，啊呢條係啦。咁就根據 Twitter 上面有人爆料咧，咁 PS5 會喺幾時第一次現身咧？
咁就暫時公布嘅日子咧，將會喺香港時間6月4日，即係中國時間嘅5月35日就正式公布呢個 PS5 嘅首次亮相啦。咁、就呢個係 Twitter 上面已經得到證實人員爆料嘅。咁我哋而家撳緊呢條片係乜嘢嚟咧？呢條片咧就話PSY 將會使用呢個 Unreal Engine 5去進行呢個全新嘅，即大家知道其實而家 PS4 好多 game 都係攞 Unreal Engine 寫噶嘛。咁而家畫面上咧就係呢個 Unreal Engine 尋日釋出嘅，咁就係話佢哋喺 PS5 上面運作嘅一個 demo。係。咁做出嚟嗰條畫面咧，其實係呢個其實真係一隻 game 嚟嘅，呢會係一隻 PS5 上面嘅 game 嚟嘅。因為我睇嘅時候咧，覺得咧係其實好似同 Xbox 嗰邊比咧，其實你係見明顯嘅，因為大家最想睇就係我實際玩落去會點嘅樣嘛。係，同埋譬如呢啲牆身嘅 texture 咧，都感覺係好真實喎，即係好似睇緊戲拍緊戲咁嘅樣，好似睇到真係。即係頭先我就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唔知佢邊啲係真邊啲係假。係。咁就未因為未見有人攞到相就上手，你都覺得啊呢啲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咧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呢啲 Unreal Engine 5嘅一啲實際運作啦。即係大家可以見佢其實可以比做一啲 demo 咧係靚到不得了嘅，好靚啊！係啊，真係唔似係打機咯。但係咧，所以咁樣就令到玩家開始擔心到底呢啲價個銀包受唔受得起啊？因為難聽啲講啦，咁我就用一個打開機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你要温度咁樣咧，以而家最貴嘅兩張顯示卡呢個 RTX 2080 Super 咧，Ti Super 咧，都可能未必食得住咁大負荷畫面。尤其佢話要講到我要去到呢個 4K 60Hz 嘅3A 級大作啊，有啲朋友我哋甚至要去到 4K 120Hz 喎，即係聽到其實已經係好未來科技標嘅呢個畫格嚟㗎。咁呢個問題就係大家部電視食唔食得起咯？因為佢而家講咗好多都係似虛實無嘅，都係話哇，我哋會將個畫質拉到幾高幾高。但係大家諗下，其實你哋屋企有幾多人係用緊一部 4K 大電視先？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係話佢要 4K 加百幾赫茲，咁你屋企又有冇一個百幾赫茲嘅幕？換咯，又係 4K 百幾赫茲出咗未啊？有，你係咪攞嚟睇賽馬？真係個制式都未必食到啊，因為最緊要係咯。咁就同 Xbox 比起嚟咧，咁呢個 Unreal Engine 釋出嚟嘅呢個畫面咧，就比較似交到功課啦。咁大家都可以期待下6月4日當日咧 ，PS5 應該係 PS5 嘅真正第一次喺玩家面前亮相。喂，咁樣講嘅話，其實係咪買親跟住嘅 console 都好，基本上都要換埋電視咁滯噶咯？係，嗯，係啦。咁就因為之前大家都話呢、這個。因為上網咧，早幾日就出了一條流會嘅呢個 PSI demo， 流會嘅 PSI， 流會 PSI 宣傳片，我唔記得咗係咪呢條，係嘛？我唔記得咗，因為早幾日見過一條流會 PSI 宣傳片，好多好多。呢幾日大家都喺 YouTube 度咧可以揾到好多，因為轉翻呢邊唔該，大家可以喺 YouTube 度咧見到呢幾日咧，甚至呢幾日啦，都有好多流嘅呢啲 PSI trailer 咧，各種形狀都有啦，由呢個枕頭型。好奇你呢個風筒機有個真係包太型嘅，一開頭流出嗰條包太型咯，打直咯，成個包太咯，就都揾唔翻嗰條啦，係咯。咁就算係我哋今個禮拜嘅呢個注目遊戲新聞啦，因為暫時任天堂都冇乜大行動，大家都繼續動心或者停心，其實好多 game 玩嘅，其實唔止動心嘅，有好多 game 玩嘅。不過就好不幸都因為任天堂冇特登搞呢個新活動去宣傳啦，因為平時任天堂就每隔一兩個月都會有個 Nintendo Direct 去公布啲新 game， 但係暫時就呢期靜咗。可能疫情關係啊。可能疫情關係就係靜咗，係啦。同埋都可能谷住嗰一兩隻 game 先咁樣，大家都係玩緊嗰啲啊，你谷其他可能冇乜意思啊咁樣。係咯，咁我哋今次都差唔多介紹曬啦。咁就今集嘅 J Live 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就完啦。係啦，下個禮拜再見啦。好，咁我係羅文。好，我係 Alan 啦，再見，下個禮拜，拜拜。